纯白巴洛克风格，外观建筑雅致，里头装潢简约有质感。这栋是吴欣盈在2013年所购入，位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房地产，面积1060平方公尺，换算市价台币大约6.6亿元，大概市值是台币6.6亿，这还是比较低的估算。事实上有一些比较高价额的成交记录的话，它内比房产可以甚至可以到台币10亿左右。坐拥高昂房产，吴欣盈先前立委财产申报资料还曝光一笔新北市共寮14854平方公尺的土地，资产雄厚，申报内容也被发现，其中两笔对整个星光集团产生剧烈影响力。他持有盈盈投资公司哦，占有307万股哈，从绝对值来看还是不少了哈。但是占有他公司的持有持股比例在多少，我们确实不知道。以他目前持有东盈投资有限公司38500股，投资星光保全就有678万股。另一个盈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家族控股，吴欣盈一个人持有307万股，是申报资料中持股最多的。根据了解，这间公司在星光金以及百货龙头星光三月、宏泰投资、星光保全都有持股，吴欣盈身价绝对高于申报。盈盈投资公司，他转投资的一些企业都相当知名啊，譬如说星光三月啦，持股比例从0.3913%来看的话，投资额大概占有4800多万哈，拥有庞大的一些不动产来看的话哈，其实说不定说也相当可观啦。吴欣盈申报的存款虽然只有600多万，但背后惊人的财富实力更难以估算。三立新闻高冠轩、谢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